台北市长黄伟哲带领之下完成历史性一刻，洗漱湾里地区湿地重划亭二十抽水站工程正式启动，要减少当地淹水频率，把灾害降到最低。因为湾里洗漱地区常常比较容易淹水，地势也比较低洼，能够想办法有效治水，能够让不要一语成灾或一语成淹。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。过去侯大宇来袭，如果再遇上淹水造成用路人和居民不方便，为了改善洗漱湾里地区因为地势低洼造成的淹水之苦，台南市府投入5亿1800万元，将新建结合志宏池停车场的抽水站，提升防洪能量。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减轻，或减少。 甚至完全不要让居民有淹水之苦。市长上任以来，市区里面大概已经完工的部分的站体有6站。那另外呢，我们现在在新建中的有8站，总共有14站的一个大型抽水站。那总发包的经费有27亿余元。水利局以高地区域截流重力排放、低地机械抽排辅助排水，双管齐下来改善淹水。随着抽水站的新建，为洗漱湾里地区治水建设完成最后一里路。 要让当地居民别再为淹水而苦。华视新闻小新陈信仁、刘汉生台南报道。